哎呀，烫死我了！好久没吃牛蹄筋了。真香，我自己剪的刘海还满意吗？8:30来吃饭。皮虾，这个虾还挺好吃的，而且我买了一次发了3盒。不管是蘸自己的料呀，还是蘸他这里头带的料，都好吃。来个鲍鱼蘸一下他这个小料，他这个小料挺甜的。哇哦！我说没在卖，啊，在着呢。吃饭了，8:30开饭了。在网上买的这个甜虾，现在是我越来越懒呀，虾都给包好了。嗯。蘸一点自己的小料尝尝，它这个是甜面酱，感觉来个海螺，记得8:30来吃饭哟。哦，牛骨髓。这一次给我这个小哥给我切的好小呀，本来是一个长条的，不过我尝一尝，好多天没吃都想了。嗯，全都是油。上头吧，上头人剧，不过我爱。屁桃雪媚娘，就是有点桃子，桃的有点不明显。皮太薄了，我还是向现实低下了我的头，买了，尝尝是什么味道，回头我好自己去玩一下。我给你捡回来了，有，一打开就是一股葡萄酸味。最后一遍，哇，牙签准备好了，戳戳戳，哦，哇，比我自己做的好戳多了。嗯嗯嗯嗯嗯嗯，尝一个。刚从冰箱拿出来有点冰。